你看见过月亮吗？我是说，最初的月亮。梦也，真也，情之无意，非梦何期？月光啊，请告诉我，究竟去往何方？如果你能听见，请于光阴的废墟中呼唤我，请再等等，一定，一定带您回家。跋涉千年的月光啊，请聆听信徒的祷告。梦乡即是故乡，前路必为归途。真相终会昭于日月，虽然黄沙将他们掩埋。我又看见了那轮月亮，帝君大人自暗夜以皎洁明月，随后带领我们再次安邦，建立了雄伟的城市。这里是所有云中人民心中的圣地，也是我的圣地。我停住在望月海边，守望明月，守望帝君大人。我是帝君大人的神职者，永世守护明月的月翼。帝君大人的身影在月光中消融，我抬头望去，只见皓月成明，一如既往。我伸手想要抓住月光，却终究徒劳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帝君大人早已不在，雄伟的城市在倾倒，砖石坠入水中，望月海也随之干涸，一切生机在转瞬间无声湮灭。我睁开双眼，感受到自己的身体逐渐恢复知觉，解封的云中蝶缓缓振翅，即便沉寂多年，云中蝶依旧能轻易影响靠近者的内心。我分开火海，走出这座被大火熏烧的千古城，看见明月被烟尘遮蔽。帝君大人，我们必定会再次相见。魏野，你为帝君大人所做的一切值得一个回报。财富、权力、信徒，无论是什么，我可以实现你一个心愿。我没什么心愿，实在要说的话，我倒是希望您可以做自己的月亮。自己的月亮？是啊，你说月球注定永远绕着这方土地转，可我却觉得，就算没有这片土地，月亮也有属于它的漫天星河。